通天电视消费新时代。第十九届两岸新闻报道奖中天新闻传捷报开放新中国节目，聚焦大陆经济放缓，全方位解析服务业如何成为支撑经济成长的主力，获得评审肯定，拿下电视新闻报道奖。其实我们都长期以来持续的想要借由各种微观乃至宏观的角度，试图要来梳理中国大陆在变迁发展过程当中的各种脉络。中天新闻会持续加油，谢谢大家。一种新的消费文化正在崛起，在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下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消费新时代集结三组记者连线北京、上海，透过共享经济、第三方支付、宅男经济、微型通路等不同议题，深入报道大陆这个全球瞩目的消费市场。大陆这边的社会氛围以及生活环境跟台湾这边呢，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。希望呢，能够透过我们的报道呢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大陆。得奖是整个团队的合作，要特别谢谢摄影还有后制同仁的努力，我们会持续做好的作品。中天电视团队将秉持专业，继续制作更多元优质的专题内容，带领大众宏观微观看大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